港大附属学院自2000年成立以来，有接近8000位同学是成功升读本地大学政府资助的学位课程，其中有接近3000位是入读香港大学。多年来成功入读学位课程的学生人数是超过17200人。2014年副学士毕业生他们的升学和就业率相对是 74% 和 26%， 高级文凭课程的毕业生升学和就业率相对是 58% 和 42%。 近几年来很多同学都会选我们一些高级文凭的课程，包括是航空学的高级文凭，包括护理学的副学士和高级文凭，同埋建築學嘅高級文憑。另外喺副學士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同學係會揀讀工商管理副學士。最主要都係同學考慮到一啲就業方面啦，升讀大學嘅時候都相對專業一啲。咁另外亦都有唔少嘅同學都會揀理學嘅副學士。最主要亦都係升學嘅方面咧，係可以讀翻佢哋有興趣嘅一啲理科嘅學位課程。當初揀 CC 做我 future studies 嘅地方，主要係因為我發現咗 Conu Space 有一個科目叫做 New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喺中學嘅時候，我已經對有關於媒體嘅科目好有興趣，所以喺放咗榜之後，我就揀咗 CC 做我 future studies 嘅學院。我覺得呢一間院校最大嘅特色就係，無論學生有啲乜嘢嘅需要，老師亦都會盡佢哋最大嘅努力去幫助學生。除此之外，這裡的老師呢也都會很鼓勵學生去參加不同類型的比賽，去擴展他們的視野。而在參加比賽的過程，不論學生是需要在軟體上面或者硬體上面的支持，老師也都會盡他們最大的努力去幫助學生。同學在我們港大附屬學院讀書，除了可以用我們不同校舍的一些設施之外，包括一些圖書館，也都可以用香港大學的同樣的設施。在香港大學裏面是有圖書館，同學都可以用的。另外呢也都有同學可以用到香港大學的一些體育動的一些設施，同學都可以按他們自己的興趣呢去到香港大學那裡呢租用這些場地。港大附屬學院的畢業生除了可以升讀本地大學之外，亦可以報讀本地或海外其他銜接學士的學位課程，其中包括有香港大學、其他本地政府資助的大學和私立大學。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位課程中心提供與海外大學合作的全日制銜接學士課程。明德學院和我哋學院同海外合作嘅大學夥伴一個直通車嘅學位計劃，讓我哋嘅學生係可以直接係銜接上去海外大學完成嘅學位課程。咁好多人以為讀完副學位之後可能會冇出路，又或者係識唔翻上 U， 但我就唔係咁樣認為，因為我身邊嘅一啲同學仔都係喺第一年讀完之後就一齊去升翻上唔同嘅 U。咁同埋 CC 嘅讀書期間，其實好多時我哋都會要 oral presentations 啦。咁而喺當中嗰個過程入邊就訓練咗我哋嘅嗰個説話技巧係大大咁樣提升嘅。咁而呢一樣嘢去到大學嘅時候都係即係學以致用，同埋可以真係好好咁樣將我哋嘅 potential 去發揮出嚟。